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，这怎么一回事？好啦，现在要重拍怎么办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肉茶的城市，我是徐徐，反正刚刚那一步也会弄过去的，也就是说上传 YouTube 对不对 ？No， 好可怕哟！我要躲在这里。找观众要不要？安德曼，等一下，安德曼，就到。啊，你们打安德曼干嘛？给你跑，哦痛！我真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回事，我到底有没有拍到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要赶快攻占这边呐、啊！这边再不攻占，会死翘翘啊！谁可以给我一个时间呐、啊？时间跟石稿。我身上没石稿啊。那我该怎么办、啊？我先攻占这一边好了。那我可以自己拿，很好没有。这是国，他红石。赶快把这边擦了。哎，好多怪哦！我看到库里塔。嗯。我不会。你们在哪里？啊。干嘛要找这么快呢？哎，先撤退啊！你要 TP 有 TP 了，后面好蜘蛛啊！躲在角落护工就射不到了。你头好多箭哦！喵喵喵！你在玩什么好玩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太恐怖了吧！啊，我们直接就这样闯进来了，连门都没有敲。大大，哪有门啊？大大，你的门在哪里？说好的门呢？快踩！岩浆，有红石就有岩浆，你没有听过吗？耶，好多铁哦，好多铁的。为什么岩浆就有钻石啊？没有啊，之前玩的那个都是这样啊。Oh my！ 啊，我觉得也是。My！好多怪！你买新麦啦 ！Oh my 麦！你为什么一直在用体贴脚跟？然后我快死掉了！真觉泥土阵。他是岩浆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怎么了？我剩两个。嗯，好恐怖哦！哎，等一下。哦。干杯啦！嘿，哎呦，吓到我了！讨厌！哦，我死掉了！快去终结泥土阵，把我的东西拿回来！等一下！你 TP 我！TP 我啊！没有，我需要休息。其实你 TP 我，快点！然后进去你的终结泥土阵，我已经把终结泥土阵，我来了。这地方。耶！对，我不可以这样，我要出去战斗，我要出去奋斗。哇！啊，地底是地下。我铁，我只要挖铁。哎、有吗？我刚刚挖到铁了11个。有看到水怪了。No！你又死了！我超会死的啊，大大！各位观众真对不起啊，大大！我各位观众真是对不起，为什么身上有雪球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啊，好像还好。爆量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这边太多那个。哦，好。太多什么？它好烦哦，太多那个很暗的地方，然后就很暗。很暗，然后就对，哎，你又死了，东西都不见了，东西都不见了，被岩浆烧走了，啊，还有，我记得还有很多在周围，你可以点一下，你的骨粉都在。
然后请你过来吧。有铁爷，我身上有一把铁爷，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。等一下，火力炮！我一直被火力炮炸死。谢谢。我先讲，铁是一个重要的资源，所以我要。我知道，趁机会先挖。我觉得铁很重要，我们用石，我们用石镐好不？我们用木镐都可以啊。没有，你把四个铁矿都给我，怕你们两个要狙击掉。等一下啊、哦！不打！我一碗蘑菇汤都没有了。你没有蘑菇汤，来，我给你了。我剩下五碗了。哦，给我一碗就好。碗。我怎么有雪球啊？哦，谢。哎，上面有金矿哎、欸！雪球的话是我的。上面有金矿哎、欸。那不是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上面还有一段路，一个洞，我们还没有把它弄。是哦，还在上面呢、欸，我见到。火力，火力吧。哈哈，火力炮。哈哈，我上。哈哈，我上来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上面哦。哎呦！你好厉害！刚走上来的，跳上来就跑步方式跳上来。好厉害！可以嘞，现在下面还上面。现在我们要在上，现在挖东西。我被烧到了，我被岩浆烧到了。有水，有水，谁？用碗装水，我要喝水。水。哦。这样，你有没有？我都没有睡着。那我来挖、那个，你来接哦。等一下，不要接，我要先去。我要先确保这附近的怪都已经被我弄。等一下，你们接铁啊，很多铁呢。哎，金矿，我挖到金矿了。那金矿算什么？金矿不能挖钻石。哇，哎，好多铁哦，好多碳哦。你们要不要？小羚羊真比较猛。谁说的？那个钻石都是用碳弄来的。好的，挖完了。哎，这掉在哪里啊，阿达？等一下，这菜有点多。好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拿到好多软石哦，列给你吧。我觉得过不久，我的铁矿就被人家烧了。你等到我了。哎，你到门上是什么意思啊？车上可以留那么久，真的。给你的，给你的，过来。哎，这样，哎，蜘蛛飞。哎，你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铁矿，给你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麦叮当，我要逮捕你，可心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我们可心，可心，我们先回家，我们先去把铁烧一烧，然后每个人都做大概一两件的铁装出来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我要八鞋鞋，一人一鞋。然后我们就需要12个铁、我们好像刚好有12个铁是吧？我们明路的、鼓励派，下面有鼓励派，有问题吗？哦，有 Enderman、我十字架对着你，我、起飞了，起飞了，快走，耳朵融掉啊！我们走。我们继续走，回家路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我们想办法上面的路，因为路被炸掉了。我一个镐子都没有，谁快给我个镐子啊？哎，你们 TP 我，快点 TP 我，快天黑了 ，TP 我。上来就好了呀。安德好像看上我。你这样我会害羞，可是我已经有心上人。科科，啊，回家，回家烧铁。我好像一直死掉，好像都没有帮上什么忙的样子。怎么可能不知道路在哪里？这家是我建的。哦，对哦，说的也是。我刚以为，
我刚刚以为小林是哭工，然后在追猎。No， 我要进去。哦，我到家了，我到家。我要到家。哦，可爱的家。哦，走开。哦，可爱的家。这个小麦怎么跳动的那么厉害呀、啊？小麦是长脚是不是？还跳动？这个水怎么流动的那么厉害呀、啊？这个 low 了，这个 low 了，这个 low 了。反正会流动啊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睡觉。我东西。阿婆嘞。趁你家。我来放一个东西好了。有铁吗？你们要你们要听东西吗？烧铁。等一下，我先烧点铁好了、啊。烧铁。不然你们身上都没铁光，也没什么了，又有。你们要听歌吗？一首就好，我看一下它有多少。放很奇怪的哦。嗯。哎，没有很奇怪，很好听呀、啊。很好听，非常好听，它绝对不会奇怪。好，你不要说那么多。为什么这个水跳得这么厉害？这绝对不会奇怪，这非常非常的好听，非常好听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嗯、好，那么关麦吧。喂，等一下，我的猪肉，你想要再弄个？也太不放，不放啊，快点来睡觉吧。咦呀、啊、嗯，来睡觉了啊。哇，阿德妈妈妈妈陪我睡觉耶、哎、带我去上学吧。上学都过了一晚，都过了一晚了，我的猪肉还是没有怎么烧好啊。好了，上学。Yeah、上学了。去哪里上学？上学。你找僵尸上学，好不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需要一点，我需要多一点点的 Minecraft 火把。哎，我们在拍片呢、欸，你在开什么 DMI 啊你？耶、yeah, ，来上课，来上课。耶、yeah, ，
快点快点，我来听老师上课。哎呀，坐下来听老师上课，来来来。啊，全部杀掉，全部杀了。哦，我这在嗨什么啦？那我这有点难控制耶，场面失控。什么时候不来嗨？今麦在里嗨啊！哦，你还有按错，我全部按 shift， 然后把所有的木桶全部都给这样也会口技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够吧。好啦，炭快烧，不是炭啊，铁啊，铁快烧好啦。你现在要干嘛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赞，铁烧好了，快点拿去做装备，快点，36颗，你们一定够用。我要。一人一帽，一。对的。哦，一人一衣，衣服。衣服。衣服脸。现在是弓箭拿下来，应该有用到吧？应该用到吧？是玩的。哎，怎么才这样而已？啊，我怎么会有个按钮？看看橙色染料，我看一下。我看到你的尾巴了，你的尾巴，尾巴，小影看到尾巴，他的尾巴，哦，不见了。啊，难怪你的尾巴那么白都没有晒到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哦，没有晒到哦。赛道，哦，你擦了蘑菇盾套防晒油，对不对？我的铁装呢？为什么我没有？我的防晒油，我是那个从那个这个蘑菇盾身上撕下来的。我的铁装呢？我的铁装呢？找啊！我的铁装在哪里呀？在回儿。你做什么铁装啊？嘎！那我算了吧，反正我那么快就死了。OK， 我要去攻占下那个洞窟了，走。在哪里？是刚刚那里吗？先等其余把它收割好。啊！全部从众人。为什么不要做个后门之类的？你直接控发火嘞！OK， 好，我们来正经一点吧。真的？嗯，所以我们要出去了吗？我之后还是晃动了这么厉害。嗯，我要出去了。我怎么一直在用这个梗？你看这个门晃动的好厉害啊！这个门。那也不是你弄的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那个洞窟在哪里？是或是在海的对面？不是海。我知道在哪里，我装 GPS。但是这为什么有个村民还在市里面？啊，不理他。你们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走失了。然后听到了伊莱姆。区域呢？嗯。今天跑去哪里了？我在哪里？哪里？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啊，过。
来，我们到了。讨厌的洞窟，我刚刚下面又有 Creeper， 非常的讨厌。那什么史莱姆？哎，击退钓竿，你在爆啊？看有爆哦，还有铁剑啊！赞赞赞！我铁剑快爆了。你这张怎么不多送几点？哦操！因为你怎么没有做铁装？嗯，我一定要做嘛，反正我那么快要死掉了。哇，这么没自信了。然后铁装就会被岩浆烧掉，然后我们的几块铁就这样子不见了。嗨，迪斯。嗨，迪斯。反正随便随便查，我把这没地方就算了。哎，我们这边好像已经攻占了，我们这边攻占了，超占了。歪点那些。我连稿子都没有啊，有没有人有稿子？我怎么都还没有做呢？我先回家做好了。没，我没有洗澡啊。找一下我的洗澡在哪里？哎，我的洗澡呢？找到了。小林跑去哪里玩了？啊，他在挖铁啊。嗯，我挖到好多红石哦，让我们可以做红石机关的。红石机关什么的，你去吧，去死！吃个红石机关一些安眠吧。什么叫红石西瓜？坏红石西瓜、欸。这里也太多怪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小林吓到我了啦！痛杀！我超神的击退神钓竿！哎，等一下，撤退！啊，痛！撤退！僵尸是吧？然后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耶，原来有煤炭。谁身上有木头？对啊，这是谁？哎，钻石啊啊啊啊！钻石，好多钻石，好赞，好多赞，好走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它亮了？还是噪声怪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在祷告吗？还是你没有稿子？你没稿子了吗？哎、欸，小烈，给你铁，我这边24格。我说，你怎么可以、啊？你怎么可以还没拜之前就先把祭品给吃了呢？给你，上面，在那边。被吸走，被他吸走了。难道我不能吸？你要振作一点，你要振作一点。你实在不振作啊，我很难存活了。我是非常震惊的，我很震惊。只狗狗。我非常冷，我非常。我非常淡定。你又小破功了啦，哪里淡定了？时不时讲话就来。赞。其实你好淡定哦、喔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有亮光？哎、欸，钻石，我看到了，我、哦、跟钻石蛮有缘的。我挖到鸡眼，我跟钻石很有。我挖到鸡眼了，我挖到鸡眼了，鸡眼，鸡眼呐、啊，鸡眼，鸡眼是什么？是那个受伤那个鸡眼吗？
你这挖到那个鸡眼不是件好事啊，那个鸡眼要抹药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的哭公，哎呦，按左手按你摸。哭公不好吗？哭公掉骨粉，然后我们又有很多的小麦可以吃，哦，或者是胡萝卜还是马铃薯，你有没有很好呢？哇，你带着苦力巴回去把我们的钱给炸了好了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珍惜作物呢？我们不要往旁边走，后面岩浆，你要跳下去，然后跟我在那边。我挖到黄金耶！等一下，我们绕一圈嘞，我们到最上来的。哎，我们把成功把这个攻下了。我挖到黄金嘞！黄金算什么？我有钻石。大家那好暗哦。不要黄金啊，黄金好烂。啊！不要丢掉，不要丢掉，黄金丢掉。哦，我拿石镐去挖黄金好了。挖得掉吗？我记得好像只是挖得掉，我就不会掉。那我就把它给挖爆吧。不要啦。拜拜。拜拜，谢谢惠顾。我正在挖咯。不要。快点赶过来啊 ！TP 我啊！快呀、啊！微笑求饶啊！哦，哭光很烦。那你是哪里有怪啊？真的是很磕哎。不知道这黄金有几颗，挖掉一颗没关系吧？上面有好多金粒哦。等一下啊，你们能不来讨论一下这怪物哪里来的吗？啊？现在只是 bug 啊？难道会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吗？但是洞窟插满了火把啊啊！嗯、好了，不玩了，我要上去了。黄金拜拜，我想把我烤饱。先烤饱，先烤饱再走。自从看了小强影片之后，我就想黄金是多么讨人厌的东西。哦，后面有红石，我不能挖。我看到铁了，我看到铁了，我看到铁了，铁是这种蛮容易蛮重要的一个金。黄金被我挖爆了，好悲剧、哦。听到哭够的声音，然后就听到了接，哎，库里帕，黄金快，库里帕，哎、哦，上面还有个库里帕哦，上面，旁边 ，no。我知道哪里会升怪，这边，哎，我错，我他错了什么？哦，身上火把快没，你们谁身上火把可以赞助一下呢？我有16，我有16个，我有17个，我剩三只，我有18个了，哦，我有19个了，都是拆下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边好像有点。好了，我要让非常低沉的声音。我先有没有很低沉？嗯，好。我真的太低沉了，忍。为什么这边会有水啊？等一下，是谁在下面爆啊？这边会有，这边有水，而且还有红石。我能说这是枯宫剑法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只是一滩水而已吗？真是想不通，真是想不通。护工，护工，下来单挑。你很讨厌护工的，护工长得那么可爱。嘿，再上完呢、欸。我没火把了，我们先撤退吧。我看到上面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洞窟，然后我们还没把它攻下，然后我们要先撤退回去。我们没有足够火把。我这边还有十八根火把，有没有人有木头？这边拆一只，这边拆一只，然后上面，哎、欸，原来上面是因为有人有木头吗？我没有了，我木头丢家里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好了。你赶快上来哦，不然。
我不知道会怎样哦。我先回家。喂，我被弄下来了。安心，嘻嘻。哦，好吧。想不到哪里会跳出来。鬼一巴在我后面爆了，让我快死掉了。所以我应该不先吗？我想去，我突然想到魔人勇士。那我身上有十二块铁，然后我虽然我身上有十二块铁，但是我快要死掉了。咦，我踢踢你，然后你赶快过来，快点游，快点游，那是玻璃趴在你后面。我们都是水里的，水里又没那么强。走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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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完。打完左键之后，这样右键有超帅的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有。哈哈，你就很帅，让我来看看。我梦里是大的，前面有一只。巨大的。明明就很帅，很帅啊！很帅对不对？很帅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管你们了。快闪了！快闪了！啊，惨了！我把我这个踩掉了。啊，重做一局。小腿痛。挖到一直多。好了，我们有好多的火把，我有三组火把。我碳块不够，所以我们烧点原木吧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烧，我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喂，那是我做的火把，火把64个。然后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有啊，听你讲话64个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都给我？你不用吗？啊，给我。谢谢。No！ 啊，给你了。我妈才两点睡觉，你有听到吗？有啊啊！都天亮了，不用睡了。是啊。No。早睡要养成一个好习惯。嗯。为什么没？为什么遥控没有把小换叫过来？小换他出去玩呢、啊？哦，他去哪里玩？他去宜兰啊，他要打电话跟我讲。哦，宜兰疯喵啊！好。他是跟那个他朋友的家人出去玩。好了，来，我们要三度进入那个洞窟了。怎么两只苦力怕我？我
急退神钓竿。哦，痛！退神钓竿，还真是神呐、啊！超神钓竿超好用。哦，太神了！钓竿拿来打挂啊，不会扣耐用度啊，它就超好用的，打库利帕根本就是神。晚一点，我晚一点还要去打撸啊撸。那木头好多，还有点白化木头去好了。那时候又不够多，没法吃。哟，吓死我！现在是挖树时间吗？没有，只是挖点树而已。那我也来吧。今天就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打到一点树苗啊什么的。你要树苗干嘛？种树啊，可以，就是它。我们家木材还有很多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如果你把它全部拿来烧成炭的话，就不是很多组。哇，饮水思源。我好像捡了很多不该捡的东西，不过算了。重点是我们要三度进入这个洞穴，我们要不要？哎，这次好安全。刚刷完屏了，又听到呼噜的声音。你长帽是不是？还好你。哟，我吓死人！Oh my god！ 哎，奇遇，我找到一个全新的洞窟了。好痛！是谁在打我？好痛！是谁在打我？杜鱼，为什么这里会有杜鱼？哦，有杜林。啊，我听到了。什么？男打打。一猪狼。啊，库里巴！啊，你爆给你爆，别痛，因为武装超水。我什么装都没有。啊。怎么不做装备？等一下，这有点危急。Oh my god！ 太傻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撤退一下，我要先想办法撤退一下，要过一条撤退路线。等一下，好痛哦！我没有铁装。你有电？好，擦亮了。然后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是铁吗？铁还是铁？哇！库里帕 ！Oh my god！你苦力怕的让有点抓狂。你说你们是干什么？等我一下哈。啊，斗鱼。
也太多肚鱼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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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肚鱼。我听到轻点的声音，你在哪里？我杀了好几只肚。啊，不是你挖了，就是。好，那你来，你来打人，我来插火把。啊，挖铁啊！上面还有个洞，你先小心。那这好多铁。老子，你挖挖挖，看挖挖挖。你在哪里？好厉害！我被杜宇围攻了。你在哪？我去帮你。TP 我啊。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吗？对，因为对面有光线，然后杜宇有点猛。来，是我，是我。哇，好臭！水中吸血，打太痛，好痛。然后后面又是全新的刀哥，挖红石，挖红石，以后可以做红石砖。我身上一直塞不下了，是吗？等一下啊，变满了。这边石头还是不要乱挖的好。所以我们先回家一趟好了，因为我发现我背包满了。好好。然后我们家路，我们家路在哪里？如果我们有点小迷路了怎么办？一乘一。然后，我们家路在哪里？我也放到头晕了，对。你得一层那个东西上来，然后从那个东西来，我把这边顺便发现没有路，那没有路要怎么办呢？回头。弟弟啊，你们跑去哪里了？你们要小心跳啊，这是岩浆，那不是开玩笑。哦，我看到，看到。等一下，这有点棘手啊！我这边有肚鱼，然后，啊，没事。我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啊，你铺的路还真是正气呀、啊！啊！掉下来了，我连爬楼梯都有困难，那我跑酷怎么吃？让我挖一点泥土回家。好啊。等我一下。
们回到家，可能我就要先去休息了，有点困。好了，走吧。我回到家，我就要去休息了。明天还要涨价，我还得上班。哎，那都好。又好怪在追你哦。为什么要打我？睡觉，睡觉。I cover you。你怎么在水里走？嗯。回到这温暖又可爱的家，人生一大庆幸。好吧，我们睡个觉，然后要结束了。好。是的。真困，真累，真累。好喽，睡觉吧。阿热。好，他们出去跟大家讲拜拜吧。不知道自己是在淡定还是。不知道自己是淡定还是一直狂笑啊？是不是？好的，就是过来做结尾啊！你又去哪里？ 我是要等你啊！你看这个旗语怎么晃得如此的？哎，怎么整的？我在讲什么？哎，讲了啦。快点！哦，好啦啊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拍片实况呢就到这边了，因为这有点累，所以想要休息。然后剩下你讲，剩下我不会喝。好，我们这集安分的差不多 end 到这。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左下角喜欢，在左下角订阅，随时订阅片频道，随时跟这种片通。那我们下一集安分的再见，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